好多谢你收听《拍案惊奇事》，今日继续为你讲《有术难逃隔世边》。上一次我哋讲到杨半仙带住衙门嗰两个差役，就系张骞同阿李曼，翻到自己住嘅凤初里街口，仲请佢哋两个翻屋企歇下脚，饮翻杯茶添。咁佢有心邀请，张骞李曼又点会唔领情？于是一齐跟住佢转入凤初里，直入杨半仙屋企啊！啱啱上到堂上，苏氏夫人已经出嚟迎接。啊，相公，乜你已经请咗两位公爷翻嚟屋企啦？两位公爷请坐，我去攞茶出嚟啦。唉，有劳娘子啦。哈，难得今日来客少，娘子咁早就得闲，帮我招待人客。好嘅，两位请坐。啊，嗰两块板就摆地下得噶啦。啊，唉，杨大爷咁客气，点敢当啊？我哋两伙计何德何能啊？要杨大爷招呼，仲要劳动杨夫人攞茶呢？诶，唔使客气，等阵有啲事要劳动两位啊，请两位坐低先，饮完茶慢慢先至讲。哦。张千里万两个的心呢就十五十六，暗中想啊，杨半仙道术无边啊，有咩事唔会做啫？平时只有人求佢嘅啫，佢从来唔使求人嘅噃。今日对我哋咁鬼客气，话求我哋做事喎。真是难以相信，又叫我哋带埋我哋嘅谋生工具嚟，唔知佢有何用意呢？对自己是吉还是凶呢？越想就越唔安乐，冇办法啦，唉，既来之则安之，就唯有勉强坐低。佢两个啱啱坐落张椅树啫。苏氏夫人已经笑容满面，用茶盘托住四盅茶出嚟，行到埋张千里万两个身边。哦，原来茶盘里面仲有一张接住好似单据咁样嘅嘢喺树。咁苏氏摆低两盅茶喺张千同李万面前，另外嗰两盅就摆喺另外一边。嗰个时候，杨半仙跟住行埋去，就拎起茶盘上边嗰张纸，送俾张千同李曼，不成敬意，收咗佢。张千一手接过，打开一睇。是一张祭前三万回的庄票来，他当堂吓了一惊。杨大爷，那是什么意思啊？头先已经讲过了，有少少事是要两位代劳的，多少钱是请两位买杯酒喝下啫，不成建议。嗯，哦，杨大爷有咩差遣，我哋两伙计一定效劳嘅，点敢收取代价？而且仲系咁大嘅代价添。两位唔收，我嘅事就唔敢拜托两位做。杨大爷咁做法，我知道有啲事呢係要我哋两伙计先至做得妥当嘅。咁啦，杨大爷啊，麻烦你呢直白讲出嚟啊，我哋两伙计会做嘅，一定同杨大爷做。如果唔係呢，真係于心不安啦。
哦，咁两位一定会做，而且一定做得妥妥当当添，因为你哋熟手。咁我就系请两位用带嚟嗰两件牙堂用嘅刑具啊，嚟打我哋两夫妇，每人打20板，就系咁切。哇！哎呀，杨大爷唔好同我哋开玩笑咯，世上边处有出钱叫人打自己啊？系咯系咯，几多嘢好玩啊？搵啲咁嘅嘢嚟玩？唔系，我哋唔系玩，我哋系甘愿受打喎。我哋咁做，当然系有缘故。老老实实同你两位讲，我算到我哋两夫妇，因为将天机泄露得太多，天庭要罚我哋，各人要打20大板，而且喺公众地方执行添。所以我就请两位带咗牙堂里边打人嘅板嚟卖个私情啊！在自己屋企里面打了算数，就免在大众面前出丑、啊、所求两位就是这么多啫。哎呀、啊、罪过啊罪过啊，无端白事地叫我们点落得手打两位啊，不要找你这样搞了。去了去了，讲笑找第二样啦，杨大爷。杨半仙听见张千李万两个咁讲，知道佢哋真系唔敢放肆，冇办法，佢拧下个头，同苏氏讲：，唉，娘子，计划行唔通。咁苏氏都点下头，计划行唔通，亦即系运气唔通啫。好啦，等我同两位公爷讲两句。杨夫人有说话随便吩咐下，除了叫我哋喐手打你哋之外，乜嘢我哋都听你话噶。唔打人都得。嗱，呢张钱票你哋一定要收咗佢。如果唔系，我哋两夫妇就一啲薄面都冇噶啦。点收啊？我开讲都有话啦，无功不受禄，我哋真系唔敢要啊！喂，你哋两个推三推四啊，连收钱咁小事都唔听话，唔怕我唔开心啊？怕杨大爷，咁好啦。我哋收咗佢系啦吓，多谢啦，多谢杨大爷，多谢杨夫人。咁结果呢，都系杨半仙作状发脾气，咁张千里万两个先至诚惶诚恐咁收咗嗰张钱票，咁就担翻嗰两块板，再三多谢告辞啦。咁临出门口嗰阵，仲话将来有咩差遣，一定赴汤蹈火，在所不辞。好，请啦，请啦，好，请。杨半仙既然佢咁多艺术奇能，咁平日小不免系要拜神，佢拜神就另外有一种同人哋唔同嘅方式噶，啊。好妙，他所用的祭桌是一张八仙台，四边的位都有严格规定，东方那边就安了神位，另外虚设两个座位在船对面，就是西方亦是有两个座位，就是他两夫妇坐的，南北两边都有一个位，
咁就时时要一位和尚一个道士同席，摆六个位，其实就得四个人坐。除了他两夫妇之外，一定是一个和尚一个道士，永远没有变化，不会多一个人亦不会少一个人。这么妙，这人就不知道他奉什么教，又不知道那些是什么规矩，一传传开去，有人说他左道旁门，咁俾一啲耳耳当眼嘅人听到，哦，就特登送一顶妖术画中嘅大帽俾佢，打咗个小报告，一告就告到佢棍牙，哇，大件事咧！官府对于妖术画中嘅案件就素来重视。因为历来黄巾贼、五斗米道等等作反的异教啊，都是有妖术画中罪状的。于是杨半仙两夫妇就被人拉咗去收家，开始他们命中注定的厄运啦。咁玉利的头。一向都知道杨半仙是一个异人，手段非凡，多而家困住佢喺监仓处，如果佢忽然间唔高兴，哦，一个转身走咗嗰阵，咁自己嘅责任就好大噶啦，咪啦，对佢客气啲啊，哎呀，硬系惊死佢唔开心。又攞酒又攞肉嚟款待佢，真係好驚一走咗呢自己就唔知去边处搵返佢返嚟㗎啦嘛。点搞啊，杨半仙见到佢幽形于色一睇，知道佢做乜，知道佢嘅想法，安慰佢。大哥你唔使担心，我杨某并冇犯罪，将来一定查得明明白白嘅。今日大哥对我咁好，老实讲，你放心啊，我唔会连累你嘅啊。哦，咁就最好啦。玉利听见杨半仙保证唔会逃走嘅，好惊。好开心添，就笑笑口，系啦系啦，先生你能知过去未来，吉凶祸福，又点会俾人害？吓，而家今日要嚟到呢处啊！哦，你有所不知啦，我两夫妇命中注定，就快要受到刑责。天意是不能违逆的，冇办法逃避到，咁啊唯有逆来顺受啦。注定的事都可以谅解噶，咁先生你有冇谅解到啊？冇喎，啊，点解咧？呢啲系魔业，解唔到嘅，渡过呢个厄运。我真能够成道的了。那位郡太守就姓周明元，他自从囚禁了杨半仙两夫妇之后，就始终搜集不到他的罪状，怎唯有就据闻送去府中司法机构大理寺辖下的司理杨昌嗰处已罪啦。杨昌睇下郡衙门开列嘅条文，冇一条确实嘅罪证，点会咁噶？暗中就怪责周元啦噃，咁佢小不免
要提堂审问呢？谁知审问杨半仙嘅时候，杨半仙就唔答佢问佢嘅说话，只系对住杨昌咁讲啫。你估讲嘢？凌叔嘅消息就快到嘅咧，唉，真系可惜，世上又少咗个好人啦。乜乜啊？杨昌唔知道佢讲呢几句说话系咩意思，正在谂紧，点知忽然间有人禀报，成都由快马传递嘅逆信到达，佢即刻拆开一睇，原来系报佢叔父死咗嘅讣文。杨昌当堂成个人定咗型，望住杨半仙。犀利！跟住佢就退庭，吩咐将杨半仙暂时收押入监牢。咁奇都有嘅，咁咁啱嗰个时候，杨昌嗰个爱如掌珠嘅独生女正在患病，病咗好多个月，咁就由当地一位姓陈嘅名医诊治。服药多时，始终未见有效。咁杨昌嘅夫人听见丈夫退堂之后，讲起杨半仙嘅异能，咁佢就提议将爱女嘅病讲俾佢听，问佢有冇办法医治。咁杨昌啊，听夫人嘅说话，一吩咐心腹差役带咗杨半仙去佢书房住。杨半仙一踏脚入书房啫，佢就话：，唉，小姐嘅病，陈大夫嘅药系医唔好嘅，啊，多服无益，唔好再食啦。杨昌听见杨半仙讲出缘由，啊，真系唔到佢唔信。亦都唔到佢唔服，於是就换过一副态度对佢、啊、先生，咁我女儿患嘅系咩病？大人，就系后花园嗰棵老枫树里面嘅小蛇作怪、啊、小蛇作怪系小民出狱之后，会好快医好小姐嘅病，请大人早啲将小民定罪，不先感激之至。嗯，好。杨昌询问完杨半仙之后，翻入后堂，就同夫人讲翻经过。杨夫人谂咗一阵。哎呀，系呀，系旧年秋深时节，乖女去后院执枫树飘落嚟嗰啲红叶，嗰一晚佢就发烧咯，以后断断续续咁，未曾好过。哎呀，嗰个人讲得出根源，就一定能够医好乖女噶啦。哎呀，快啲叫佢嚟啦！嗯，杨昌是个明白人，于是半为公事半为私咁，就将杨半仙定罪。咩罪？话佢妖术惑人嘅证据不足，但系妄言祸福，启人迷信之心，而与薄情，杨旺财与其妻应各权杖二十，以警将来。咁杨昌按律科刑之后，就发翻去郡衙执行处罚啦。咁周元呢，就将杨半仙两夫妇提堂，吩咐执刑嘅衙役照打咯。哼，每人打二十大板。
我讲出嚟嘅奇怪，咁啱得咁巧，奉命打杨半仙两夫妇嗰两个衙役，居然就系先排收咗佢哋三万铜钱嘅张骞同李曼两个。哈哈，哦，佢哋两个奉命打杨半仙两夫妇呗，心里有数啦。佢两个你望我就我望你，单下只眼都认为杨半仙靓到十足。咁呢个亦系三万铜钱发挥神秘力量嘅时候。点样发挥神秘力量？哦，原来前代执掌宫廷嘅衙役都有一套传统打人嘅本领。哦，好犀利噶，可以玩到出神入化噶，能够嗰条板打落去无声无息，而被打嘅人痛到入心入肺，亦都可以打落去声音非常之大，好似搏命咁打，但系被打嘅人毫无痛苦，好似拗痕咁嘅啫。咁张千里万两个当时将啲传统艺术发挥到淋漓尽致，咁堂上嘅棍手同堂下观审嘅人都以为喐手嘅衙役咧，同杨半仙两夫妇有十世冤仇，打算喺二十板树攞佢哋大命咁。啊，谁知张千里万两个用情偷力，咁杨半仙两夫妇总算喺咁嘅情形之下还咗所欠嘅债。所谓有术难逃隔世边，就系咁解。咁杨半仙两夫妇受过刑杖，被释放回家。第一件事又系还债，还咩债？就系还司理律政嘅杨昌俾佢嘅情感债。杨半仙先用朱笔写咗道灵符，另外就写咗封信，详细讲明灵符嘅用法，派人送去俾杨昌。咁杨昌得到道符，按照信里面嘅指示，就挂咗佢喺嗰棵老枫树上边。啊！果然间灵符法力无边，一挂咗上树上啫，就见到嗰棵老枫树嘅枝叶忽然间沙沙声动摇，好似树里面发出撞击嘅声音咁。过咗一阵，树身有个地方啦一声裂开几块，跌咗落地，就见到有条黑身白头嘅蛇仔跌咗出嚟。嗯，臭到不得了，旁观嘅人纷纷走避。杨昌即刻吩咐人埋咗嗰条死蛇入泥土里边，有咁深埋咁深，然之后翻到佢后堂。杨小姐呢真係已经奇病若失，清醒如常。咁就再请陈大夫开啲赔保之药俾佢，等佢保养返好佢身子。咁呢次杨小姐服嘅药呢有效啦。啊，杨昌就好开心啦，佢嘅夫人就更加开心啦。咁正在呢个时候呢，杨昌忽然间发觉杨半仙嗰封信里面好似仲有啲嘢喺度，佢伸手入去一摸，果然摸咗张红簡出嚟，上面有六个字喺度。呢六个字呢就系明年君家有喜，哈，好妙喎。后来事实证明，喺第二年杨夫人老蚌生珠，生咗个盼望已久嘅仔，你话几开心？啊，今日嘅节目时间已经到啦，好多谢各位收听，下次再会。